秦王殿下，不敬，栾然呢？小姐让我给您传句话：劫后余生，花落水流，才知真心向谁。殿下请回吧。这些像谁？他真心难道向着婉儿哥吗？殿下若是真为小姐好，就不要再向前了。小姐如今已经是定了聘的戴家心腹，也即将是庆王府的人。 殿下若是擅闯新嫂子的闺房，这么多人盯着，你让小姐日后如何做人呢？杜江，你说栾然的心腹，你一定了解他的心意。你告诉我，他是怎么了？怎么一夜之间判若两人？秦王殿下，世上没有哪个女子。 会拿自己的终身大事来开玩笑。殿下是小姐的知己，更应该明白，小姐向来只随自己的心意。她若想嫁，便是真的想嫁，谁也改变不了。这一路走来，冬青看得出殿下对小姐的心意，但是小姐对殿下，只有知己的情谊。知己？谁要跟她做知己？她看不出来我有多想娶她吗？ 百年之好，须得两心相知。小姐已经心有所属，殿下这样苦苦纠缠，只会让自己更痛苦而已。杜江。 真的想嫁给我二哥吗？小姐当真想通了，事已至此，再无转圜，殿下还是请回吧。他想通。 他想通了，我想不通。